I finally found you.朱莉啊，有没有新的发现？现在都被他们毁得差不多了，这也只能勉强看出来是屋主时期的东西。都是这些该死的外国强盗，把这全毁了。哎，你说我们去查一查以前到过这里的那个美国探险家，麦克。嗯。他偷走的那些东西，或许对我们还有一些研究价值。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能查吗？这个你放心，我叔叔在美国拍卖行工作，我想我求他帮一下忙，或许会给我们些线索。嗯，好。哎，朱莉，你说给孩子买东西买什么好？谁家孩子？我侄子陆一白，过几天生日。嗯，孩子送百科全书吧，能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嗯，好。哎，李松，嗯，你计划好咱们社团暑假探险活动了吗？还没，暑假到处都是人，找个合适的地方太难了。哎，要不啊，咱们去没开发的海边怎么样？哎，这主意不错，我们可以打鱼吃海鲜。七八月份，海上台风比较大，不安全，更何况，陆一白海鲜过敏，还是算了吧。这样。连我家小白吃什么过不过敏都知道，简直比我这正牌女友还称职啊。看吧，你不关心我，有的是人关心我。你要是再对我下黑手，我可要投向卓阳的怀抱了。就你变成女生可能还有点希望、哎、其实我倒觉得未必要变成女生，你们觉得卓阳和一白其实还挺配的。夏明轩，你又臭什么死硬屁。卓阳是我的啊，谁都不要抢。好了好了，不要再卖腐了，回归正题吧。啊，嗯，要不我们去山里度个假吧。我叔在山里有个房子，虽然有点远，但是风景还不错，我初中时候经常去玩。听起来还不错。哎哎，小白，你之前不是说那房子空置好几年了吗？还能住人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每年都会有人过去打扫卫生。一白，你叔叔可真好，山里的别墅说空就空啊。嗯，不过我叔叔前几年就失踪了。失踪？什么情况？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我也不知道，我听我爸妈说，他可能是因为女朋友自杀受了什么刺激吧。嗯，要去十万大山找什么巫师招魂，后来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陆一白，大半夜的你可别说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你们觉得一白这个提议怎么样？挺好的。那就这么定了。那苏洛和钟七七两个新人怎么办？我要提前和他们说活动的事吗？还是等他们大一新生考完试再说吧。嗯嗯，OK。
姐，我又做噩梦了。苏洛，现在寝室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每天晚上都大喊大叫的，我迟早让你吓出心脏病来了。不好意思啊，琪琪。要不然你去看看医生嘛。明天还有考试，你早点睡啊。同学，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在里面吗？在啊。你是来做心理辅导的吗？嗯。哦，好。请进。关于我噩梦的那些东西，我有请教过我们系里的黄教授，他说跟巫楚文化有关系。人的大脑啊，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当他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啊，会在大脑皮层中产生出一种特定的场景，也就是所谓的感知或预知。其实这些啊，都是跟自我暗示、跟心理暗示有关，不要想太多了。最近啊，多注意休息，考完试应该会缓解的。好，谢谢你啊，李老师。那我先走了，谢谢你。不好意思，苏洛。卓阳社长，没撞疼你吧？还疼吗？嗯，没事儿。我先去送论文了，回见。嗯。想好去哪了吗？学长学姐，哎，没事吧？嗯，没事。学姐说咱们暑期社团有集体活动，你要参加吗？集体活动我当然参加了呀，实在是我入团以后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呢。哎，你去吗？我看看吧，如果有时间的话。哎呀，一块去嘛，人多多热闹啊，何况还有我的男神陆一白呢。人家陆学长有向晚学姐了，你一口一个男神的，笑着多不好啊。苏洛，你想什么呢？咱们学校挺多女生都把陆一白叫男神的，我这么叫呢就是为了好玩而已，又没真想和他做什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要对陆学长下手呢。人家向晚学姐可是学体育的，要是真动手了，我可帮不了你了。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你还是好好担心担心你自己吧。啊，我怎么了？谁让你动了夏学姐的宝贝了？宝贝？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夏明雪喜欢卓阳。不是吧，夏明雪喜欢卓阳，他们不是好朋友吗？好朋友怎么了？
好朋友就不能充男女朋友了？再说了，他们两个已经喜欢很多年了，就差一个表白而已。你放心吧，我没有。追你吗？你走这么快。不是，是教学楼。可是我跟卓阳一路过来没看到有人啊。不是人，我感觉。哎呀，你们女生啊就喜欢疑神疑鬼的，我还以为遇到变态了呢，结果连个人都没有。别乱说，临近放假，学校里也不一定安全。要不我们陪你去教学楼看看。别那么麻烦了，很晚了，宿舍门要关了，我先走了。哎，顺路一起走吧。对，走吧走走吧。那谢谢你们了。哎，一个社团的谢什么呀。这么快就收拾东西？哎呀，这不是吗，夏明雪学姐的室友人都走光了，她一个人住害怕，所以呢就让我陪她去住几天。你们两个真好。那当然了，我们两个那可是好闺蜜。哎，苏洛，我这儿有几部新的广播剧，你要听吗？有肉好，发邮箱吧。我就知道你喜欢听，等我那块发给你啊。嗯，卓阳社长，你找我，过来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看到林向晚交来的活动名单上好像没有你的名字。嗯，这次活动我就不参加了。是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嗯，我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我怕麻烦大家。那怕什么的，我会照顾你的。嗯，可是就这么定了。那我先走了。好。收到广播剧，我只收到你给我发来的恐怖视频。恐怖视频？不是吧，难道我发错文件了？大晚上看到那个吓死我了。苏洛，七七不过是不小心发错了，又不是故意的，你这白脸色给谁看呢？夏学姐，我没有白脸色，
我只是被七七发来的视频吓得没休息好。哎呦，你不会又做噩梦了吧？难怪七七都不敢跟你间宿舍。聊什么呢？瞎聊了什么？夏水姐，你陪我去趟卫生间吧。行，主要帮我看包。好。怎么了？闹别扭？没有，我觉得夏学姐可能对我有点误会。要是有误会的话，还是提早说清楚比较好。夏明雪人挺直的，但人不坏。嗯，我知道了。嗯。七七，嗯，你宿舍那苏洛怎么回事？他不说不来吗？怎么出尔反尔又来了？我怎么知道啊？我和他最近没在同一个宿舍住，我看了就心烦。哎，这苏洛和卓阳八字没一撇呢，你至于把人当家乡亲吗？还有啊，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害怕才搬到你宿舍住的。你看你刚才说的，我不是因为做噩梦，我当时是替你出气，着急才那么说的。再说了，咱们是好姐妹吧？嗯。七七，你会帮我吧？当然。夏明雪，你们好了没？出发了。叫怎么了？先走吧。走吧。我准备给你们讲一个小明和小红的故事。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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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兴趣。每次讲的都是一样的。七七，干嘛？而且一点都没变过。就是。不听是王头，让你听不听。哎哎哎哎哎！哎呦喂，你们俩干嘛呢？哎呦，哎呦，酸死了！真酸呐！哎，你俩注意点啊！哎，主任，啊，放一个劲爆点的音乐，破坏一下他们俩氛围。对对对，啊，就那个音乐频道。这么不注意呢？这是怎么回事？世界该不会是什么灵异事件吧？是啊，广播电台也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也太邪门了吧！后天就是七月半重阳节了啊，大晚上的荒郊野外说话都注意点啊。哎，你别说了，我害怕。我也害怕。不就是发点怪声吗？瞅你吓的。李松，亏你还是学地质的呢，胆小成这样。不是胆小怎么了啊？这对于未知的事物，咱们总是有点敬畏心的嘛。别闹，可能是串台了吧。串台？哪个电台？也不会发生这种声音吧？没错，午夜恐怖故事正是这个时间段。就是这儿，我们到了。我们先不要进去，等天亮之后再进去啊。为什么不能现在进去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房子长时间没有人住，难免会有蛇啊、虫子什么的。
等白天撒了药，就安全了。哦，好吧。哦，别走太远了，有事叫我。嗯。好大的房子呀。这是招待厅，楼上有客房，里面都有床，只不过有点像太平间。这儿怎么到处都是这种扇布啊？别瞎说，小心冲撞了魂灵。既来之则安之吧。哎，琪琪，咱俩住一个房间吧。好啊，苏洛，要不我们两个。我就不打扰你们俩了，再说我一个人也习惯了。苏洛，要不这样，我将就一下，咱们俩一起住。不过你放心啊，我一定会保护你。想得美。不要，李松，就你那小耗子胆，遇到事情跑得比谁都快，苏洛不保护你就不错了。就是，再说了，苏洛要选也选卓阳，人家可比你帅多了。如果论形象，怎么地我也排前三了吧？也是，咱们社团总共就仨男的。好了好了，去楼上选房间吧。走吧走吧。不跟你说，走吧走吧。走走。需要帮忙吗？不用了，你看我都收拾完了。好吧，我就住在隔壁，有事叫我。好。行吗？别打了，行吗？站着，你打我！你打死你！我，你都站着，你让你们打我！错了，别打！你们站那儿！哎哎，站那儿！别打了，行吗？我错了，让你所有人都会吓唬我！你，琪琪，哎呀，你站那儿，让我打一下你！再道歉了啊！不行，你老欺负我！琪琪，我不欺负你了啊！我把光记住自己，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像你的身影，这样回荡出去。我要喝酒。好嘞，哥，你怎么不跟我们一块玩啊？我收拾桌子呢。唱歌跑调，你才跑调呢。哎，你们喝啤酒吗？哎，你们要吃喝？好，我给你们拿。来来来来来，哎，你喝酒吗？我来过来吗？你喝这个。哎，这是我的。玩得开心吗？嗯，特别开心。开心点。卓阳，今天谢谢你。哎，你去了吗？哪？
苏洛，起来吃饭了。啊！哎！扑他扑他！哎，我干嘛呀？扑他！别别，不是扑我，扑他！哎，来来来，你们玩吧。哎！哈哈哈哈哈！嘿！哎，扑了扑了。小德扑了。那我扑了。没事就快走吧，别掉队了。好，走。谁呀？谁在外面？在一楼啊，那个夏雪姐他们在楼上洗澡，所以我在一楼。嗯，你们两个怎么还没休息啊？还不是李松，非得要看我叔叔在暗室的收藏，那些破陶烂罐有什么好看的，又不值钱。他不是值不值钱的事儿，主要是有研究价值。再说了，你白天不没跟我说吗？这个房间有暗室。那当然，我俩去看了啊。谁啊？是我，七七。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你能出来一下吗？好吧，那你等一下。七七。
苏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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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洛。我带了感冒药，等会儿给他吃点。你说这事也真是奇怪，苏乐好端端的不在自己房间待着，跑暗室干什么？可能是因为之前我说地下室有些古陶，他好奇吧，毕竟他是学历史的嘛，感兴趣。好奇他什么时候去不行，非得在半夜两三点的时候去。我觉得不会他是想偷偷摸摸偷点什么东西走吧。夏明雪，玩笑可以，大家都是一个社团的，这种伤人的话以后别说了。那你倒是说说他是为什么去的，半夜两三点的。再说了，自打他来了咱们社团以后，出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事儿了。夏明雪，你几个意思呀？夹枪带棒，我们家小白哪得罪你了？好了，别吵了，他醒来之后就知道了。苏洛应该是梦游了。苏洛经常做噩梦，他已经去过心理辅导室好几次了，而且他还不知道自己睡着了会梦游。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搬出宿舍的？说是个恶作剧，我才把他骗出去的。先坐，别太激动了，现在这不也没出什么大事吗？可是我刚刚我还撒了谎。知道这次你是为了帮我，是我不对，不该出这样的馊主意。可苏洛也是我的室友啊，要不然我们去坦白吧，要是他醒来发现我们……现在去坦白已经来不及了，再说了，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咱们做的，这件事就这样过去啊，就当给苏洛一个教训吧。啊，学姐，你放心，那你们要看我叔叔的收藏都在这儿。一百，你叔叔是干嘛的啊？收藏了这么多骨头。这些陶器是乌楚文化时期的东西，我叔叔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业内挺有名的。哎，陆学长，这些古董加起来应该是不少钱吧？东西又不是你家的，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这些陶器要说文化价值倒是价值连城。哎，哦，这样。哎，你们看这块石头，好像还会发光呢。我看看，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石头吗？上面刻着一些奇怪的文字，哪儿发光啊？难道是我看错了吗？刚才明明在发光啊。我看看，这不是符号，是乌文。乌文？什么是乌文？我以前听叔叔说过，这是大巫专门写给深鬼看的，可这种东西很邪门，大家还是不要乱碰的好。陆一白，你不会是因为今天中元节故意说这些吓唬人吧？这话又不是我说的，爱信不信。哎，
先别说污不污纹的啊，不过这石头看上去确实挺奇怪的。做噩梦了，春阳。啊，你怎么在这儿？你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事了？昨晚？昨晚你晕倒在暗室了。我只记得昨晚七七来敲我的房门，我就跟着出去了，然后就看见杂货堆里有东西。以为他在哪儿？你看到他本人了吗？我只听到了他的声音。可钟七七说你梦游，所以他才搬宿舍的。我是因为做噩梦去了心理咨询室，但是我真的没有梦游的毛病。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我。我相信你，卓阳，卓阳，我在暗室里捡了块石头，挺稀罕的，我看看。蹦蹦蹦蹦！不要，不要！你别紧张，卓阳，不要碰那块石头。有病吧？他把石头拿走了，别害怕了。你答应我，千万不要碰那块石头。我答应你，我不碰它。但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碰他呀？昨天晚上，我就是因为碰了那块石头才晕倒的。我总觉得那块石头有很邪的东西。不要怕，有我在。夏晚，就你一个人、啊？小白到林子里去找干柴了，你有事吗？那手机就用一下呗，我给导师打个电话。我手机没有信号。哎，奇怪，我手机怎么也没有信号？明明昨天还能上网呢。奇怪了。哎，苏洛醒了没？醒了，不过精神状态不太好。做什么呢？薏米粥，你要来点吗？不吃了，我走了。嗯，好。哎，卓阳，苏洛醒了吗？醒了又睡着了。他没事吧？还在烧，不过好多了。那我就放心了。哎，昨天晚上你睡得很晚吗？没有啊，我挺早就睡了。我听到走廊里有人说话，听着像你和钟七七的声音。哦，昨天晚上七七让我陪她上洗手间。这么回事？那我先去找七七了。
绿松，你看这石头都看一下午了，难道是什么宝贝？一块破石头能是什么宝贝？李松，你不是学地质的吗？你再好好看看。我不太确定，我看这块石头像块陨石，如果是稀有金属陨石的话，那可就值钱了。那如果要是陨石的话，像那么大能值多少钱啊？不好说，得看成分。我曾经看过类似的文章，鸽子蛋那么大的金属陨石卖了好几百万呢。我看看。给我也看看。一白，你能让我拿这块陨石去找导师鉴定下吗？如果它真是稀有金属陨石的话，那我就可以名垂青史了。随你了。真的？哎，你不怕我黑了它？黑就黑了呗，我又不知道。够意思。哎呀，要不你现在就送我出山吧。别，我还要陪我们家老婆呢。你可以让那个卓阳开车送你去。他那个见色忘友的东西，算了吧。不过这事也不着急，等我们都玩够了出去再说呗。你不着急我着急呀。我手机现在没有信号，想发个图片给导师看又看不了。正好给我带点女生用品。我看看人家那个来了。好吧好吧。真的？嗯，走。说你相信我，肯定没错。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是啊，我看见了。这没有人啊，也没有雪啊。那我们到底撞到的是什么东西啊？一白，今天朱元节。你的意思是，我们撞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李松是不是没回来？他们晚上出山了。哎，你怎么知道的呀？看来是真的。出什么事了吗？我刚做了一个梦。进去说。我梦到他们出车祸了。别怕，那都是梦而已，他们不会有事的。但愿他们没事儿。
你能联系上他们吗？联系不上，手机从昨天开始就没有信号了。那怎么办啊？看看吧，如果他们明天还不回来的话，咱们再想想办法。从这儿去山下确实挺远的，没有车不方便。哦对了，你不要把这些梦告诉林向晚，他会担心的。还在烧，一天没吃东西了，我给你煮点面。卓阳，嗯，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因为我喜欢你。好喝吗？嗯，好喝，好香。嗯，小心点啊，多喝点。嗯，还有呢。嗯，好喝。苏洛，早啊。早。哎，苏洛，这是我早上熬的米粥，味道还不错，你喝点吧。不用了，我最近胃不舒服。苏洛，你是不是和卓阳在一起了？我昨天晚上半夜看见你进他房间，一直到今天早上才出来，你怎么那么不要脸？我跟卓阳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再说了，我们两个在不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真的是挺莫名其妙的。我莫名其妙。向晚，能联系上一白吗？手机一直没信号，怎么了？哦，没什么，就是有点担心他。我也是，昨晚一晚都没睡好。现在手机都没有信号，车也被一白开走，根本联系不上外界。万一发生点什么事儿，那就麻烦了。其实小白他们是苏洛。你脸怎么那么红啊？你发烧了，你烧得好厉害。症吧，他烧这么厉害，小白又没回来，这怎么办呀？对啊，现在电话又打不通，怎么办呀？现在咱们这里距山下有几十公里的山路，也没有车，咱们总不能走到山下找医生吧？那这样，你们几个待在这里。嗯，
我下山去找医生。卓阳，你疯了？这么远的路你要走到什么时候？他这么烧下去会出事儿的，更何况我不一定非得走到山下，说不定没走多远手机就有信号了。你想吧，如果小白回来我又不在，那就抓紧时间让他把苏洛送下去。那就麻烦你们了。我真不知道苏洛她到底有什么好的，她除了长得漂亮点还有什么？卓阳凭什么那么护着她？哎，你行了，学姐，苏洛都病成那样了，你就少吃两句吧。还有啊，你这皮得稍微改一改，人家卓阳喜欢温柔一点的女生，你这样可不行。干什么？我没戏了。卓阳他知道那天是咱们把苏洛骗到暗室的。不是吧？那他会不会告诉别人啊？卓阳不是那样的人，他只会让咱们私下给苏洛道个歉。那怎么办呀？2007年6月，我和女友朱莉在十万大山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乌楚文化遗址。令人可惜的是，它在上个世纪便毁于美国探险家麦克之手。经过我和朱莉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被麦克毁坏的墓葬竟与文献中传说的巫族有关。传说中巫氏有女，明月九黎，天生重瞳，身持神石，通晓阴阳。或许这就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先知吧。我们从探险家麦克后人口中得知，当时麦克的盗墓并不顺利，巫女的尸体在风中化为烟尘。同行一干人等，不是离奇暴毙，就是患有怪病死亡。唯一留下的，只有那石棺中握在巫女手中的神石。
辗转几年时间，我从国外的一个拍卖会上高价拍下了这块石头。专家说，这是一块比较稀有的外太空金属陨石，但我知道，这就是那块被五祖封为至宝的神石。自从拿起那块黑石，各种恐怖的幻象出现在我和朱莉的眼前，无形的恐惧。后来我才从古老的文献中得知，只有巫女的血脉才能获得神石的预知能力，相反，没有血脉的人碰触神石，定会产生各种恐怖的幻觉，不死不休。朱莉选择了彻底解脱，而我仍在无限恐怖中痛苦沉沦。我眼前的幻象越来越重。朱莉，我曾尝试将自己锁在地下室，但仍无法控制自己伤害自己。有朋友说，在十万大山里还藏有巫族一脉，我决定去找他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临行前，我用铅盒封存了黑石，放进地下室底，希望不要再有人打开这个装满了四方的盒子。谁碰了这块石头，谁就会死掉。你们不也看了陆一白叔叔的日记吗？只要碰了那块石头，都逃不过死亡的诅咒。一本日记不能说明什么。再说了，之前陆一白不是说了吗？他叔叔是因为研究什么东西走火入魔，我们不能相信他的话。陆一白和李松都出事了，林向晚也出事了。等等，你怎么知道陆一白和李松都出事了？我猜的。如果没出事的话，他们早回来了吧。可是现在竹阳不在，我们几个怎么办呀？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还是等竹阳回来再说吧。等会儿，你刚才是说，谁碰了这块石头，谁就会被诅咒。那卓阳他会不会有事儿？卓阳他好像没有碰这块石头。那你呢？我碰了。行了，咱们回去收拾一下东西。不管明天早上卓阳回没回来，咱们都离开这儿。走吧。按照日记上的说法，谁碰了那块黑石头就会被死亡诅咒。我们不会下一个出事吧？苏洛的话你还真信啊？他现在精神很不正常。可是林向晚，他是真的死了。林向晚是触电死的，不管他是意外还是被杀，我觉得跟诅咒没有一点关系。反倒是苏洛，我觉得他是真的不正常。苏洛，可是我觉得他也很害怕呀。你没觉得他疑点很多吗？疑点？什么疑点？
第一，他怎么知道李松和陆亦白出事了？第二，林向晚刚一死，他就立马拿出一本日记本来摆脱嫌疑。第三，咱们大家都碰过那块石头，为什么偏偏只有卓阳没有碰过？你的意思是说，苏洛和卓阳他们早就知道石头有问题？有问题的未必是石头，而是人。人？人有什么问题啊？你还记得陆一白叔叔的日记吗？记得。那本日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那块石头是陆一白叔叔从国外花了很大的价钱拍下来的，如果这块石头真的值那么多钱的话，我觉得李松、陆一白、林向晚出事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他们因为这个杀人？不能吧。你想，咱们社团总共就七个人，李松和陆一白现在联系不上，林向晚出事了，你和我，咱们俩没拿那块石头，那块石头到底去哪儿了？你别吓我。听我说，我真没吓唬你。你想啊，白天的时候苏洛还病得那么严重，发烧那么高，刚才为什么一下全好了？而且再说了，一般情况下别墅里死人了，第一反应应该是逃离这个地方吧，为什么他偏偏一定要等卓阳回来呢？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想杀人灭口？我觉得有这个可能。那他们不怕坐牢吗？你别忘了，苏洛精神本身就不正常，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杀人是不负任何刑事责任的，更何况如果咱们俩都死了，谁还知道这块石头的存在呀？那怎么办啊？雪姐，我们怎么办啊？苏洛现在是想稳住咱们，所以我觉得卓阳一时半会儿应该还回不来。听我的，咱们要先下手为强。姐姐
到底在哪儿啊？西方美雪。七七在哪儿啊？七七，七七，夏明雪，七七。医院吗？那边村子里有一个医院。哥哥，你也出车祸吗？车祸？昨天盘山公路有辆车撞了，有两个人受重伤，在医院里抢救呢。快带我去看看。好。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大姐。我不该打开那个盒子。不是你的错，而且陆一白和李松已经被抢救过来了，钟七七也没事了。我明明早就知道了，我还是救不了夏明雪和向婉学姐。预知不是一种幸运，而是一种诅咒。如果这一切都将必然发生的话，那拥有这个能力的人也将更加痛苦。一切都过去了，别自责了。卓阳，幸好你没碰那块石头。放心吧，石头已经被科研人员带走了，再也不害人了。你是谁？我也是苏洛，不过我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就像宇宙学家霍金提出的平行宇宙理论一样。你可以把我看成平行宇宙里的你，只不过我们的世界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差异，
我的时间要比你快得多。那你为什么找我？难道那些噩梦？你别怕，我是通过神识的力量给你传达这些信息的，并且这些不是噩梦，是我亲身经历的一切。在我的世界里，社团的那些人因为神识的辐射干扰致死，而我也因为中毒溺毙而送到了精神病院。在我的世界里，社团活下来的那些人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了吧？不，为什么？事情不是已经都发生了吗？从你接触神识的那一刻开始，我们都是通过它用脑电波来交流的。不过这些只存在于神识的空间中而非现实。真的？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社团的那些人都不会有事儿喽？夏学姐和向晚学姐都没事喽？蝴蝶效应已经开始了，其余的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对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呀？我是想帮自己，我想通过神识掌握第四维空间，回到过去改变这一切，救回自己喜欢的人。但却因为时间悖论的关系，即使回到过去也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了。你的世界里也有卓阳吗？没有人知道精确的未来，也就没有注定的命运。我之所以帮你，是因为我不希望卓阳死在我面前，即使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你真的很爱他？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不幸，希望你可以代替我跟心爱的人好好活下去。我会的。对了，为什么我们碰了神识没事儿呢？因为我们是巫族的后裔。再也不会让你害人了。苏洛，你没事吧？不行，我只是想凑合凑去。对不起，苏洛。卓阳，啊，这个是我新写的校园科幻小说，出版喽。你上次就把大家写成了潜伏在地球的外星人，这次又写了什么内容啊？外祖母悖论。外祖母悖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假如说一个人回到了过去，在其外祖母怀其母亲之前把他给杀掉，然后这个跨时间的旅行者本身是否还会存在的理论吧。真不愧是高材生哦。我这次的故事呢，主要是写一个女生与平行宇宙另外一个自己的故事，你可是男主角哦。那我得好好研究研究。
stranger than this feeling. Every herb man know this a feeling. God know. The grab a sweet like a honeycomb. Love it like the 357 chrome. Higher than the ceiling. Every herb man know this a feeling. Weed a light up as daylight. Smoke a chump from me nose like tailpipe. Have a hot light engine from a trail bike. Me split taller than messy round tail eye. Me higher than plane from a plane flight. Me red but me eye them a beer white. Champy call big fee bring me go doctor. Me tell him send me good cause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in paradise, floating to heaven gates. Higher than the ceiling. Every herb man know this ya feeling. God know. The grab a sweet like a honeycomb. Love it like the 357 chrome. Higher than the ceiling. Every herb man know this ya feeling. Stomach circle old over link up sizes. High grade purple skunk on me choices. Tell the must be sent class up home quick. Show a man one get calm cause him head sick. Amber clothes straight go back.